药师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个批下去，今天的影片就不用拍了。今天我们要去找路人挑战，单手拿起五块砖。哦，好像蛮简单的。简单吗？你试看看。单手拿五块。单手五块，你那只手不能用哦。你一只手不能用，你只能用单手，然后想办法把五块砖一起拿起来。那你试看看。失败，失败了，失败了。这手不能用，这手不能用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单手五块砖挑战，女生只要四块，一只手把这里的砖头拿起来，就可以十张挑一张。那如果男生可以拿四块砖的话，药师健生活的保健食品跟你挑一样。我自己试，我是觉得蛮难，这一个砖头将近两公斤。那我们就找我们三剑客的这种鬼神很多的地方的会员来挑战看看。那影片的最后呢，我跟药师会示范大概四到五种可以单手把五块砖拿起来的方式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。安整用一只手。开始，一只手，一只手，开始。喂，他有技巧的，他用自取，拿起来撑三秒就好了。一，喂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一，二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要不我你，你很有机会。那你要不要挑战四块看看？好好，四块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这是属于技巧型的，我觉得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成功。Okay.恭喜恭喜！这边药师健身活保健食品自己挑一个。老师很会挑高纯度鱼油 EPA。好，谢谢。我先让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等一下你有什么策略？上一个人做。他刚刚已经在旁边观摩了。那你还要看吗？应该不用看了。那我可能直接来了。预备，开始。撑着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恭喜恭喜！那你这边十张，自己挑一张。如果是假的，我明天就不在了。假的，我们闹。恭喜恭喜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还有十五秒。有。他的跟别人太一样哦，这个方式，快点加油，加油团，加油团，快点他加油！可以有，有钱了，中奖了！那我觉得，他是不是宣判我直接少了两千块？可能是这样。还有四秒钟，你可以讲一下感觉。真好赚！一、二、三，恭喜！快点啦，行不行？快点啦，行不行？
赚了我多少钱？一千次，一千次。哇哇哇！真的很强哎，才第一位。好啦，你要什么你自己挑啦。这个要拆台了吧？赶快给你好不好？真的吗？没有啦。哦，三秒就轻松。还是轻松哎。1、2、3。我们本来要去钓鱼，然后发现我们才是那条鱼。中钱了，中钱了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。你看，可能刚才那个，这个没办法，这手指手掌也没那么大力气。这样也可以，这样要几条？几条要问？就问老弟。每次都是手都要分开，你不手不够，帮你计时。不现在手不够，那不行，不行啊，我不行。再敲一下，再敲一下，不行啊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对，没事啊，还有二十秒，还有10秒，不行，1000块，不行啊，我真的不行，没办法。可以可以，这也太密了，这也太密了。好，也可以了，也可以。不行，要10秒，那一只要30秒。抓起来3秒就这里就抓到这边，这个抓不到啊！哇，时间到，不行，手不够大，试看看手不够大，4块就好，4块都有难度，还不好抓那10块，对，不好抓，4块不好，还没有抓，有，就撑在3秒，1、2、3，就撑在3秒，1、2、3，可以，有。有料，没有，这是运气的。谢谢。慢敲慢敲，好，来敲一声，都一样。好，很给力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鱼友，啊，这是鱼友，这是鱼友。好。哎，这个不随便，这个健康是不能随便的。谢谢。我先挑战完来看一下。今天的战机，我发现有很多种拿法，原本没有想到的拿法，今天都出现了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拿法就是，先把它摆成一个人的形状，之后，然后把5个手指头插进去，都扣在砖头里面，然后把它举起来。对，这是其中一种拿起来的方式。还有一个是一块在下面。然后其他把其他4块叠上去，对，还有一个方式是这样拿，这个也很轻松。比较让我意外的是，上次就是捏杠片赚我1400块的，他这样子拿，是让我比较意想不到。你看，我连食指都不用动，我连食指都没用到，对。啊，好聪明哦！Yeah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单手5块砖挑战就到这边。那如果大家有想看我们挑战各种其他不一样的项目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今天该药师，下次再找人挑战。拜拜。